主料石螺，辅料紫苏、豆豉、辣椒酱、酸、盐、糖、鸡精、淀粉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石螺洗净，紫苏切成细末，锅内放油，加入豆豉、辣椒酱、蒜片，然后放入石螺炒香，放些水，然后加入紫苏，放入鸡精、盐，最后用水淀粉勾芡，汤差不多剩这些就可以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炒螺时味道要求比一般菜肴调的要重些，大咸大甜又辣感，这样才可以带出正味来的，还要有适当的芡糖。如果汤汁不够，学会螺肉难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